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，要这样的下场的话，是内在的，因为说话，这种东西真的很难，这种几率真的很高，就像你买新机的时候，到小时真的是万中一中的，对，因为苹果现在就这么强。然后就跟你说，他最后只会找我，他就跟你说，等一会儿。